我知道你会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我知道这可能难接受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隐瞒下去了。竞选呢？我想见他，不是你。我恐怕办不到。 一直来跟你写信的人是我。我不相信，不可能。那我跟他说的事情。对，不要以为只有你在受。这段时间内，我敢说，他比你还要辛苦。你可以这样傻傻跪大学生活，那他呢？要我说，你真是太自私了。你根本一点都没有他的感受，从来都没有了解过。我怎么看他难过？那你有了解什么？ 你自己看吧，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很遗憾，我们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。其实高三那年，我多想看到你的告白信。 当这么重大，可是我没有勇气去耽误你的人生。当医生告诉我可以透过手术让我再次说话时，我每天都祈祷着能与你再相见，想亲口答应你的告白。可是万一手术失败，可能会伤及头脑其他部位，不止语言区块。 最糟糕的情况，就是我得永远沉睡在不能说话的梦魇里面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责备佳青，怪他知情却不把真相说出来，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都是我太舍不得放弃我们之间的回忆。 再也抵挡我，把自己捆绑。你没有。
亲代替我与你通信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了。谢谢你，当年那封情书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。谢谢你，让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死心塌地的爱着你，也让我明白喜欢一个人原来真的不容易。